俄罗斯方块可以说是90后的童年，在那个智能手机和互联网还不发达的时候，谁的俄罗斯方块分最高，那简直就是大佬般的存在。可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这俄罗斯方块也开始逐渐消失，而念旧的外国小伙就脑洞大开，利用自己所学的技术知识，创造了不一样的俄罗斯方块。瞧瞧这些落下的俄罗斯方块， Q 弹 Q 弹的，颜色还非常的鲜艳，看起来都让人想咬一口。而这个是外国小伙受到果冻的启发，创造的一个果冻版本的俄罗斯方块。另外，这果冻俄罗斯方块还有另一个版本，当各种形状的果冻方块掉下时，底部受到碰撞的水就会弹溅起来，当方块们都合成了后，水就会和方块一同被挤出，趣味性可是十足的呢。除此之外，这外国小伙还特意为女生打造了一种毛茸茸的果冻俄罗斯方块，穿上了毛大衣的方块们依旧还是 QQ 弹弹的，非常满足女孩子们的少女心，同时这还让人看得内心十分舒适。不得不说，这小伙是个人才。视频最后我们来玩个小游戏，问什么